大家好，午睡時間，又在這裡跟大家講這個相機的消息了。昨天我坐這個位置跟大家拍一段影片，拍了什麼影片呢？如果看過昨天的影片你知道了，是在講 Nikon ZFC 清倉大減價，厲害了，這段影片真的相當爆。今天到現在幾粒鐘已經有6000多人看，即是說我就間接跟這個消息宣傳了。現在我上網看回，哇，驚人發現啊！大家好，午睡時間啦。咁就坦白講，我先至聲明啊，我呢條片係純粹報道消息嘅啫嚇，別無他意嚇，我冇鼓勵大家去買或者唔買任何相機。咁啊，今日呢條片係純粹同大家講下。OK， Nikon 相機受歡迎，因為 Canon 相機受歡迎咧。嗱，琴日一段片咧，其實我隱約都講咗噶啦，即係唔係隱約講咗，係擺明講咗。但由於咧 Nikon ZFC 咧瘋狂大減價清倉咧 ，OK， 嗱 Nikon 否認咗噶嚇。咁咧 ，OK， 咁咧就呢段可能太興奮嘅消息，大家重點擺咗喺呢度。嗱，咁其實喺琴日一段片咧，我又集中講咗 ZFC Nikon ZFC 嗰個清倉大減價啦。但喺片嘅中後段咧，我都提過，其實咧 Canon 都有部EOS M50 Mark II Kitset 都同時在這裡做一個叫做廠家清倉的香港行貨大減價，價錢就是990。 OK， 兩個 post 其實同一日出的，昨天就是5日前，今天講就是6日前。結果我在那段片都提過，竟然 Canon 這部機構的減價是無人問津。咁啊，即係好明顯咧，就嚇 Nikon 受歡迎過 Canon 啦。嗱，咁都好似唔公道，啲人話：喂，唔係啊，你攞部 Nikon 嘅 ZFC 狂減 ，OK， 檔次高過呢部嚇 US M10 Mark 都好多噶嘛，唔公平啊！嗱，唔係噶，唔係噶，絕對唔係噶。呢啲咁嘅 post 掉出街咧，係獨立去睇噶。OK， 嗱，假設咧，我話 Canon 用家同 Nikon 用家都喺 Facebook 嘅網上都係平均亂咁分布噶嘛，係咪？大家唔知噶嘛。咁即係話咧，呢啲 post 都個別。OK， 個別例子掉出街的反應，咁但係咧 ，Nikon ZFC 嗰個反應係遠遠高過 Canon 嗰部呢個 EOS M50 Mark II，代表咩意思呢？Nikon 減價係吸引好多啊咁啊嚇，咁當然咧，你又可能你會咁講，喂 ，ZFC 部機個檔次咁高啲，佢減得咁多，咁啊 呢個 M50 個檔次冇咁高 ，OK 都係減差唔多，或者再貴少少，梗係冇咁受歡迎啦。唔係咁講噶嚇，但係大家其實你即係客觀地分析啦 ，ZFC 就算你減到899，喂，簡直啲冇可能價錢啦，係咪？咁啊，而 Canon 嗰部 EOS M50 Mark II由佢5000幾機身減到去999一個 keyset 都係冇可能噶，兩折喎，大佬係咪？即係你真係兩部機都係一個冇可能嘅 mission impossible 嘅價錢，但係 Canon 部機居然冇人反應。嗱 ，OK， 嗱，今日同大家 update 一下。咁啊，經過我琴日嗰個報導之後咧 ，Nikon 嗰個嚇 ZFC 嗰個廠家清倉大減價，嗱，我再強調咧 ，Nikon 就否認咗嘅嚇。咁 OK， 否認咗有呢件咁嘅事啊。咁咧就而家咧，經過我報導，即係唔係經過我報導咁嘅影響啊？即嘅時喺時序上，我報導咗之後咧，佢哋嗰個反應咧有300個反應啦。琴日都係百零個反應，而家300個反應 double 咗喎，唔知同我呢個報導有冇關係啦嚇。嗱，我再強調啊，我只係報導消息啫，我冇鼓勵大家去買，我都冇講過大家唔買啊，你自己執生啦嚇。我只係能夠講就係 Nikon 就否認咗嘅咁嘅事啊 ，Nikon 香港行官方否認咗啦。OK， 咁啊300個反應。即係呢部相機300嘅反應都好勁喎嚇！我睇同時睇翻 Canon 嘅反應啦，佢 Canon 呢部相機個反應係嗱，琴日就零反應嘅，嗱今日呢個反應就係有109個表情 ，OK 有7個回應，咁即係話咧係300:7啊！即係 Nikon 受歡迎程度 ，Nikon 減價嚇 ，Nikon 相機清倉受歡迎程度勁過 Canon 相機清倉受歡迎程度，我只能夠咁講啦嚇，我不能說 Nikon 受歡迎程度勁過 Canon 300:7 ，OK， 我只能夠講Nikon 清倉受歡迎過 Canon 清倉300:7啊！當然咧，個可能好簡單嘅嚇民意調查啦，加個嚇括號先啦。咁啊，七個裏邊問啲咩問題咧？其實都係啦。請問黑色幾錢？鏡頭加鏡嘅機身加鏡頭幾錢？點買？怎樣買？打個問號個 dollar 嚇怎樣買？都係問呢啲價錢。嗱，不過咁嗱，我琴日咧就即時攞個電話咧就 OK， 即時就 OK 聯絡 Nikon。即時聯絡 Nikon 問下有冇件咁嘅事 ，Nikon 就同我講冇件咁嘅事，咁我就同大家喺呢度澄清咗啦。嗱，點解 Canon 我唔問 Canon 咧？
我冇佢聯絡啊，大佬，我冇 Canon 公關嘅聯絡，佢又冇聯絡我，我又冇聯絡佢。嗱，好坦白講，係我淨係同 Nikon friend 啲咩？肯定唔係啦。Sony 揾到我，我揾到 Sony，Olympus 揾到我，我揾到 Olympus。OK， 咁啊，另外仲有啲咩相機咧？啊，我估麗確即係 Pentax 都會揾到我嘅。Fuji Film 唔使問啦，你如果睇過我舊底條片 ，Fuji Film 嗰個公關直頭打，唔係公關，佢應該 marketing 嘅，直頭打電話俾我，有事揾我。OK。全部都好好溝通，我就真係唔知 Canon 我同佢失聯咗，唔係我失聯啦 ，OK， 我擺明喺度啦嚇 ，Canon 都擺明喺嗰度噶，但係我哋就失聯咗啊，我冇辦法同 Canon 澄清啦。究竟有冇件咁嘅事？係咪真係 Canon EOS M50 啊清倉大減價咧？我睇一張相就好多相噶，我琴日睇過啦，呢度就真係哇好多貨喺度，你見唔幾多啊？好多貨喺度啊，咁即係話個真實性好似好高啊嚇，咁我就不能同 Canon。澄清啦，咁啊自己執生啦，咁啊 Canon 啲公關嚇，即係公關搞成咁，公關要聯絡我哋呢啲 QL 噶嘛，係咪？咁啊，以前我同 Canon 好好聯絡噶 ，OK， 我哋聯絡嗰條線唔係睇公關部啊，睇到佢嚇公司最大粒嗰個嘅，基本上啊，咁而家啲最大粒嗰啲係邊位，我又唔知佢哋啦。OK， 嗱，咁講翻呢部啦，而家咧個消息嘅話咧，廠家清倉。嗱，即係公平起見，琴我講咗 Nikon 啊嘛嚇，咁啊今日都好公平起見講埋 Canon 啦。廠家清倉 Canon US M 五十 Mark II Kit 香港行貨，限時搶購價 Hong Kong Dollar 990啊，全新未拆，一年原廠保養，可加 E 可加即係唔係呢啲機身價嚇。可加 EFM 15-45mm 鏡頭 kit set 嚟㗎，咁啊顏色啊黑色、白色任揀啦。產品規格咁就唔詳細講啦，產品規格嗱幾時都差唔多㗎啦，咁啊大家自己執生啦嚇。咁啊重點都唔喺度 ，OK， 重點係 Canon 受歡迎程度，即係 Canon 清倉受歡迎程度真係唔緊呢個，即係坦白講啊，即係而家喺網上或者我哋見嗰啲即係。Nikon 嗰個口碑真係好啲嘅，起碼 Nikon 嗰個 marketing 或者公關真係好啲，即係大家對佢好似友善啲，或者覺得 Nikon 友善啲。Canon 就真係好似近排呢幾年喺網上見啲咩人真係好似即係有啲嚇怨言多少少，真係可能佢啲關公啊公關要做多少功夫啦。OK， 今日呢個都唔係重點，重點係大家喺網上上嗰個條 link 咧，可以買到我推薦過。六七十本又少啲，點解好多清咗貨唔係清咗貨，好多斷咗市啊嘛！嗱，呢個六七十本 ，OK， 台灣出版嘅正體中文攝影書，睇書字一樣啊！你唔買都上去睇下，真係學攝影梗係要睇書啦！嗱，呢六七十本 OK 攝影書咧係台灣出版嘅繁體中文書，我揀嘅全部都係翻譯書咁滯啊，絕大部分都係㗎啦，個別一兩本咧真係出色到離曬譜咧，我擺埋出嚟台灣作者㗎。咁咧呢批書咧都係日本日文或者英文嘅翻譯書。你知坦白講啦，做出版你明白到，假如一個出版社能夠買個版權嚟做翻譯嘅話，呢本書係相當好揀過曬嘅，相當好個書先再做呢個語言翻譯嘅。OK， 所以呢批書咧係值得大家睇嘅。OK， 嗱，好多呢啲批書好多喺香港其實係買唔到嘅。你喺網上就算揾到嘅話，你 click 入去嘅話咧，話俾你知冇貨，有貨就唔係咁嘅價錢啦嚇。OK， 咁呢批書咧，我而家係買三本就包運費，個價錢係包運費計嘅，當然要買三本啦。坦白講啊，寄書。書即係個重量相當重啊嘛，咁啊，所以個成本相當高嘅。但你買三本嘅話咧，供應商係已經不計成本咁免費送俾大家，唔係送寄嚟俾大家。咁當然啦，話免費喺個書架都反映咗嘅，唔會蝕得俾大家嘅。OK， 咁啊，會用紙箱好好地包好嘅嚇。大家放心買，係送到邊度咧？送到你屋企，送到你辦公室，送到你就近嘅順豐站。咁當然咧，如果你用順豐呢個智能櫃嘅話，記住收到通知24小時就攞啦。如果唔係交附加費就唔包嘅，係你哋嘅責任嚟㗎。OK， 咁另外畫面上高咧有另一條 link 就買到我推薦嘅 Carl Zeiss 賽斯鏡頭紙。嗱 ，Carl Zeiss 大家都知啦嚇，相當出名嘅德國品牌。咁當然呢批鏡頭紙就唔會德國做㗎啦，坦白講啊。相當抵嘅，相當平嘅價錢，一定唔會德國做噶啦。嗱，呢批鏡頭紙咧係一種微濕嘅鏡頭紙 ，OK， 有 Carl Zeiss 嘅光學清潔配方喺裏邊，微微濕嗱，唔係好濕嘅咋。你收到覺得咩？就嚟乾啊，係啦，就嚟乾。點解咧？佢抹佢濕濕地抹你嘅鏡頭就即刻好快乾 ，OK。鏡頭乾上高就唔會有水跡啦嚇，好容易好有效地清潔到你鏡頭上高嘅手指印啊、油污之類，係相當有效嘅，好多攝影師都中意用嘅。呢批鏡頭紙唔單止抹鏡頭 ，OK 抹眼鏡、抹 mon、抹手機 ，OK 之類全部都得嘅，逢親光學嘅、玻璃嘅都抹得嘅 ，OK 咁啊就
一盒200張只係賣200蚊，你冇聽錯，只係1蚊一張啫。一蚊講真啊，算係咩錢啦？篤全魚蛋十幾蚊嚟嘅香港嘅係咪？咁所以一蚊就可以搞掂你鏡頭嗰啲手指印啊，幾鬼抵咧係咪 ？OK 嗱，呢批鏡頭紙呢只鏡頭紙咧，香港一般眼鏡鋪賣緊嘅50張裝，50張賣幾錢咧 ？OK 80蚊到100蚊之間 ，OK 80蚊到100蚊之間，即係話你買200張嘅話咧，就需要。400蚊左右，三四百蚊，大家同我上高呢條拎買嘅話咧，只係200蚊，而且包運費，係啦，你冇聽錯，200張包運費。OK， 辦公室你啲影印機又印緊嘢啦。OK， 200張包運費，唔單止啊，如果你買三盒嘅話咧，就送一條爬山繩相機帶，有幾隻色任你揀，相當正嘅嚇。呢個 promotion 又嚟啦，因為太受歡迎啊，本來送曬嘅啦已經嚇，第二批嘅贈品早幾日到咗，咁又有好多顏色揀啦嚇。上高就買到嘅啦，你可以喺上高買之後咧，就順便揀埋你嘅顏色 ，OK， 我哋供應商就會聯絡你哋喺 WhatsApp 嗰度聯絡你之後咧，你一話俾我知你要咩色，咁啊會安排你要嘅顏色，好嘛 ？OK， 咁啊，翻到此為止啦嚇。咁啊 ，Nikon 受歡迎定 Canon 受歡迎咧，大家其實心中有數啦。咁啊，唔講咁多啦。咁啊，至於呢個網站啲嘢買唔買咧，心中有數啦。大家嚇我無謂多講啦，好嘛 ？OK， 咁啊，翻到此為止，咁啊，再見，拜拜。